请以此片献给热爱中华传统武术的人们，能为阁下服务是中传文化的荣幸。如果阁下需要各类武术光碟、武术书籍、武术服装、武术器材，请致电860-0371-6384-7520138-383-6988，我们愿意为阁下竭诚服务。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宝贵财富。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武术，丰富武术音像宝库，由中国武术协会审定，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监制，河南省中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设置的大型武术典藏片《中华武藏》，在各级武术管理部门和武术协会以及武术传承人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今天终于与世人见面了。该系列片以国家认定的129个源流有序、全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为依据，以收藏历史遗存的拳种技艺为目的，以影视形式的动态性、直观性、真实性记录下这些拳种传承到今天的发展状况，展示各拳种流派传人中较有代表性的技法、技能和风格特点，从而实现研究武术传统、传承武术技艺、分享习练武术功能的意义。该系列片以拳种和流派为主线，分历史源流、技术特点、基本功法、徒手套路、器械演练、攻防训练等基本板块，力求完整再现拳种风貌。系列片将根据拍摄制作情况陆续出版，供广大武术工作者、爱好者在研习时参考和收藏。
下面我把转身腰篮肘给大家做一讲解。联手红拳以后，右拳向下，由下向上有一个合劲，这时候呢，左脚尖外摆转方向，然后提腿，左掌向外，也就是说右拳从下面摆过来以后要有一个回收的劲，这边看一下，连手红拳以后摆，这是一个回收的劲，然后正脚开步以后腰篮肘，这保持一个拳不能跑到这边，拳这个位置放着不动，就是把肘向前摆，这时候呢左掌迎击形成一个合力，打这个摇篮肘。好，看我完整地做一下，这个动作主要是在转方向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摆过来，然后转过来以后正脚开步发腰篮肘的时候要用上后边的蹬劲合力，把这个肘劲这个横劲要打出来。好，把这个动作的用法我给大家做一演示。这个第一个动作，这个拳有一个上掏的动作，也就是接住对方这个手的时候，这个拳由下面掏对方的小臂，然后提膝，有一个顶裆的作用，同时呢还可以穿过来以后直接是一个肘劲，就是在这边，然后过来以后如果在推手当中接住对方的手，把对方领空以后用这个腰篮肘横击对方。把大红拳小红拳给大家做一讲解。大红拳小红拳实际上也就是云手的动作，腰篮肘以后接手，摆脚收腿，把自己的身体呢顺成斜方向，然后开步的时候手与开步这个方向相反，也有个开劲，然后移重心插步再开收虚脚点地，然后还是斜方向开步插步开虚脚点地，这个动作在老将二路里演练的时候也是一个是发完劲以后一个调节的动作，在放松调节做的时候要轻松自然，但是速度呢要比老将一路适当的快一点。看我完整的把这个动作演示一下，下面我把玉女穿梭给大家讲解一下。
玉女传说啊，这个和老家里的玉女传说是不一样的，它就是一个翻身，大红拳小红拳以后，然后手继续旋转，左手往上，右手在下，然后开步啊，开步以后左手向下，右手向上，这时候呢快速的摆脚尖上步转收啊，然后向前进步，一二三啊，这个在老家二路这个第二段里边，左右啊，也就是快速移动的步伐比较多一点啊，这个步伐呢是在实战的时候有快速的追击对方啊，或者是快速的这个闪开对方所运用的最常见的步伐啊，等于说是进步啊，前脚往前进的时候，后脚呢起到一个蹬向前蹬的作用啊，这个通过后脚的蹬地，前脚快速往前穿啊，然后后脚快速跟上啊，这样子走出来的啊，这个动作呢具体到这个实用的时候，就是靠这个快速移动步伐来贴近对方，或者是快速的躲闪对方的，所以说他就不用考虑他的具体这个使用方法。在这里我再给大家把这个玉女传说再做一次，玉女传说以后，下面是倒骑龙。倒骑龙在玉女传说这个到位以后，要有个穿掌，穿掌，然后翻手，啊，这个右脚尖呢外摆，啊，第三次的时候外摆，然后落下来，然后步法和玉女传说是一样的。一二三也是一个快速移动啊，这个动作为什么叫倒骑龙，是穿掌以后这个腿是一个勾踢，勾踢的动作，然后转过来以后好像这个跨步向上啊，这个骑这个东西一样啊，所以说这个脚呢结合转身把身体转过来。好，看我把这个动作做一次，走，好，我把这个倒骑龙的地基用法给大家做一讲解。上步，哎，这个是把对方这个拳压下来，然后穿掌的目的是要向外穿了以后变勾手，实际上是向外的横拦的意思，然后同时呢有一个转身，哎，也就是下扬转身的时候勾踢对方啊，自己呢正好把身体转过来。好，倒骑龙到头以后是该严守红拳，这里呢有一个下沉转身向上的个走进啊，下沉向上发走进啊，是倒骑龙是除了刚才那个用法以外，它是也是一个
叫败中取胜的方法，所以要给对方呢回身一肘，这是一个回马枪啊。所以说跨步，然后呢就往前走了，这时候呢后边如果有人追过来了，哎，你快速地到头以后转身一肘啊，然后接着就是严守攻拳，这里呢稍微缓一下，开合发力啊，把这个动作的就是转身这一肘，哎，给大家再把这个用法讲解一下。也就是如果我们做这个前面这个用法做完以后，哎，如果对方没有倒，那我就直接向前走了，然后对方顺势追过来了啊，追过来，一追过来正好要抱住我的时候了，或者我直接向后又走击打，一个是闪向下沉闪开对方的颈，另外击打呢回身一肘打在对方这个脖子和脸颊这里啊，这个打完以后直接转身，这里呢可以转过来的时候可以劈，对啊，或者是如果是对方这个拳过来呢，你可以直接走，如果没打上直接接转身就是一个啊翻身下压，然后严守攻拳。好，严守攻拳以后是裹鞭炮，那就是裹鞭裹鞭这个连续走的啊，然后右拳向下啊，左脚尖内扣，直接转身啊，是左拳过来右拳压上去啊，转过来正脚开步发力啊，连续做三次。这个动作裹鞭的动作呢，合是提膝合住，然后正脚开步，这个双拳呢向内缠下沉，然后倒重心发力啊，两拳向下崩砸，这种力要走出来，向下崩砸。如果是在练习的时候需要连续的一边做三次，打完转身转身正脚开这个发这个力的时候结合上腰裆，腰裆就要用上。好，把这个动作的用法给大家做一讲解。裹鞭是从背后连手臂抱得比较低的时候把你整个抱住了，这时候你手拿不出来，然后要结合身法，这时候身体微微向右转，然后抱紧，然后发力再崩弹出去。裹鞭以后是受头式，这个力发握以后要重心继续向右腿上移，左拳向下缠，右拳向上啊，然后呢左脚尖内扣啊，这时候撤步，撤步以后呢右拳向下，左拳向上，然后右拳呢叫逆缠，左拳顺缠，转过来，然后左拳向下落的时候右拳走外弧向上，
同时结合身体的身体左转收腿，形成个蓄势。好，我把这个动作完整的做一次。好，这个动作在实战用法上是一个防守的动作，又是一个摆好姿势准备应战的动作，所以说就不再讲它这个具体这个实用的用法了。它与下一个动作劈架子结合着，能够做出来这种运用的效果。摆好以后，先是重心向左腿上移，左腿上移，然后提右腿，移提右腿，两拳呢形成上下的开劲，然后震脚开步，两拳相合，这时候松胯，身体右转倒重心，然后身体左转发力，这个动作我正面给大家做一次。提腿，震脚开，发力。这个劈架子发的时候，右拳向下，逆拳向下，左拳顺拳向上，形成一个开劲，上下拉开。这时候右左拳向上领，同时呢左腿内收，然后呢左拳顺着身体向下拨，同时跳步，左脚向后，右脚向前，在这个侧面转过来，在这个受头式拉好以后，如果是对方想往对方这个身上这个提腿呢是为了这个快速近身然后对方如果出拳呢，这个拳可以是接住对方，然后提腿震脚开步呢是可以调节与对方之间的距离，然后近身把对方的劲压下来，然后身体左转啪，就这个劲在推手当中，如果是这样子站的时候，把对方那个左臂带出来，然后上步发力，这样子，那我也发。下面是严守红拳，转化武秀以后还是和前面一样，手臂拧起来向外拨，然后盖正脚开步下沉发力，这个动作我再给大家完整演示一下。这个动作用法前面也已经讲过，就不再多讲了。第二段完。
下面我把伏虎这个动作给大家做一讲解。做伏虎的时候要先两拳向外捧，然后右脚呢向外再开一次，把动作拉大开，然后倒重心，右拳逆缠，左拳顺缠拉开，然后左拳走内圆内虎，右拳走外虎松左胯，把劲沉下来，然后左拳与右拳上下形成一个对拉啊，有这个相合之意。下面我把这个动作完整演示一下。好，这个也是拉着姿势准备应战的意思啊。下面我按套路里的方向给大家再演示一下，然后下面的动作是抹门红，抹门红拉下去以后，这个右掌向外啊画弧，这时候呢左脚尖外摆转身啊，转身把左手摆开，正脚开步，然后向前推掌，这个推掌呢和严守洪拳的发力方法是一样的啊，也是这个向后一个走劲，向前推掌形成对拉。好，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的用法是直接身体转过来以后给对方发力啊，大家看一下，这本来是在下边啊，然后转身在这边啊，转身过来以后呢，这个手先把对方这个拨开，然后正脚开步下压，发的时候打在他这个侧面啊，把它一拨开打在侧面，打在侧面与这个整体的合力要用上，向前发力啊。如果是这边在前呢，也是下压发力的时候，这边还可以牵引对方向后拉，然后使对方的身体倾斜，往这边倾斜以后一掌，这就很容易把对方发出去。如果背后来人的时候，还可以用肘击打对方。是黄龙三角水啊，左脚尖外摆，右手肘下弧啊，然后重心左移，右脚虚脚点地收过来，做成这个斜方向的，然后开步啊，移重心画弧收脚，按这个方向做一下啊，摆脚尖收开步，然后移重心翻手收，然后呢向后边开步，插步的同时把手画弧
顺缠向下，然后重心移到右腿，开步的时候逆缠向外，与开步形成相反的力，合开肘。第三次呢，就正好合在左掌，右掌合在右膝上方，然后画弧翻转。这时候同时呢，左脚尖内扣转，正脚换手，然后开步然后就是插开插开，然后右手出来与左手相合。好，把这个动作给大家完整的演示一下。往门红以后，把你黄龙三角水下面是左冲右冲，左冲右冲在老架一路里叫蹬一根，也就是左蹬一根右蹬一根。在二路里呢，名称不一样，但动作要领是一样的。下面看我演示一下。右步向前斜前方开步，斜前方，同时呢两手上分，然后下合的时候收腿提膝，左蹬一根，也就是左冲。落步的时候两拳相合，这时候右脚呢要有一个勾踢的意思，收腿收腿，然后再蹬。这个蹬完以后呢，是直接斩首严守红拳，这个意思好，我把这几个动作给大家完整演示一下。这个左冲右冲，具体这个蹬的动作在老架一路里已经讲过，就把它中间这个衔接这个用领要领给大家从用法上讲解一下。接住对方的手向下领，然后这个腿过来的时候勾踢对方，勾踢也就是这个动作蹬出来以后摆把对方的手向外带，外带勾踢。这时候如果勾踢他要是提前防备了，围勾他抬腿了，抬腿然后反手红拳以后呢，是扫堂腿，这里是前扫后扫直接下去的两个动作扫堂腿，看我做一下这时候要向后转身，两手按地的同时把你的左脚利用惯性扫过来这时候你看
前扫，后扫的时候呢，重心向左移，然后两手按地，后扫，啊，来看我做一下。与对方实战的时候，要快速的下用下边的动作来攻击对方，也就是说，原来是在上面打斗，突然下身法来利用这个扫腿啊，转啪，实际上扫腿。如果他躲过了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就是扫他的后腿。扫堂腿以后呢，是接严守红拳，大家看我和扫堂腿连起来做一次。合手。就是扫腿过来以后，后扫以后两手交叉啊相合，然后下分提右腿上合，右手变拳，然后正脚开步啊，严守红拳，这个动作也就不再细讲了。下面是拳炮锤，拳炮锤这个动作，冲拳以后两拳向上，这时候向上捧起来以后呢，将右腿提起，然后正脚开步，两拳缠着劲向下走啊，然后下沉，重心由右腿向左腿上移，双拳向斜上方发力，斜上方发力，然后两拳走下弧，收左腿拧起来，然后转方向，正脚向斜前方开步，下沉向斜上方发力。好，这个动作看我完整演示一下，按这个套路的方向，拳炮锤的动作用法给大家做一讲解。拳炮锤一个是接对方的手啊，先往上捧呢，往上捧是把对方的手往上拨起来的意思啊，如果是这边呢落下来的时候，正脚开步，这是一个下缠向下引的劲，这里是暗藏着这个劲。如果说不往下踩的时候呢，就是直接近身啊，近身以后呢是向斜后方发力，然后这边对方出右拳的时候，这个往下跳步下闸，啪向外发力，也就是说这个下的时候是把对方那个攻击的手砸下来，然后近身，近身以后迅速贴上去向外打横劲。好，完炮锤以后，下边是严守红拳，然后利用这个外发这个回弹劲，弹回来直接相合，
然后左脚尖嫩扣，下分收腿，然后上横开步，正脚开步，严守红拳啊。我按这个套路的方向给大家做一演示，从一个严守红拳开始啊，收前抛腿，严守红拳下面是倒叉倒叉，我把这个动作给大家做一讲解。严守红拳，双拳向下分啊，下沉，拳背向下，双逆缠啊，这双顺缠下沉，然后这时候左脚尖嫩扣，双逆缠向上，然后右变双顺缠。看一下，扣脚尖下沉，上合收腿，然后整个身体配合提腿，正脚的时候一个下沉啊，开步，这时候开步的时候左拳向前摆，右拳收到腰间，然后向前斜下方发力，这个发力的时候右拳和青龙出水的在心架的发力是相似的，用小臂向外绷，向外绷，然后右拳顺缠内收，左拳呢顺缠下闸啊，与上步同时。好，我把这个动作完整演示一下。
按照套路的方向再做一下。好，把这个动作倒叉倒叉的用法给大家做一讲解。一个是外绷劲，这时候如果我像用这个小臂向外发对方的时候，我身体要贴进去啊，把带他的左手然后向外用身体一起向外发力啊。如果对方抓住我的手，我用这个下砸拳把对方的手砸掉。这里如果是我抓住对方的时候，也是利用这个下砸向下反关节砸击对方的肘关节。好，倒叉以后是左耳红右耳红，下面把这个动作给大家做一讲解。上步然后冲拳，这时候呢左肘向后拉，然后再上左步，上左步以后呢冲左拳，连续就是左拳和右拳一边冲两拳，为左耳红右耳红。看我完整的演示一下，上步第一拳是上步单独发，然后上了左步以后呢连续三拳我面朝大家再做一次。上步这个直接是用拳向前打击对方的这个动作很明显，就不再单独讲用法了。下面是回头当门炮，给大家做一讲解。冲拳以后拳顺拳向上，左拳顺拳向上，右拳也是顺拳，这时候呢左脚尖要内扣，然后收右腿，把这个动作直接拧起来，然后呢往右侧跳步，拧起来右侧落，两手举起来不要动啊，跳步转过来，这时候两拳向下引，下引的时候呢同时开步，然后结合身法向斜上方向后发这个裂劲，是吧，同时还有这个背靠的劲啊。我把这个动作完整演示一下。这个动作要领是跳过来以后一定要开一个步，有好多人是跳过来以后就直接发力了这个动作那就坐着就不太合适了，有些跳过来以后直接这样发力，没有这个开步的动作这个是不对的。下面我把这个用法给大家做一讲解。我冲完以后
提腿向右侧跳步了，这时候对方追过来啊，追过来，哎，我根据他追过来这个距离，我调整这个步伐。如果是直接已经贴近我的身体，这时候我一开步近身管住，然后向后发力。哎，如果我跳过来以后，对方离我还有一点距离呢，我要直接的利用这个开步的时候，我可以快速的贴近对方，哎，再发这个力。所以说，这是跳走的时候，对方快速追过来，你这个开这个步是为了调整距离，对方追过来，调整距离，啪就把对方发出去。好，便是大桌炮，是回头当门炮以后向上领起来，与回头当门炮的动作要领是一样的，然后再跳过去还是一样，两拳向下引开步，然后向斜上方发力。好，这个动作看我完整演示一下。下面一个动作叫腰拦肘，便是大桌炮发完以后，右拳向内收，然后向后拉，左拳变掌向前推，啊，和这个收步同时收起来，然后结合腰当劲，啊，和向前打肘劲。腰拦肘向前打，啊，右肘与左掌形成合力，同时啊和这个正脚一起。下面是顺拦肘，也就是说，顺拦肘以后，左掌向后滑在这个左手腕右手腕的位置，然后右肘呢有一个小缠劲，缠的同时开右步，然后把这个整个左手抓在右手腕上，然后一起向左侧引带，然后结合重心向右侧打这个肘劲，啊，叫顺拦肘，同时也叫穿心肘。看我做一下这个动作，腰拦肘以后，这个动作，这个小缠劲呢，把这个用法给大家做一讲解，哎，往侧面顺着抓住我的手腕的时候，我这个用左手可以压在他的手上，然后利用这个拐肘下压，嗯，缠击压在对方那个手腕上，然后可以顺势着近身用肘攻击对方。下面一个动作是窝底炮，顺拦肘以后向下啊，右手向下是一个撩拳，同时呢和左手打开是一个平衡，然后
左脚向前做这个盖步跳跃的动作啊，这个动作是先摆开，然后跳起来的时候右拳继续上撩，左手呢向前合啊，向前跳步，然后右拳收于这个胸前，结合腰当劲向外崩弹发这个力啊，这个叫卧底炮。再看我做一次，卧底炮这个是一个上撩劲，这里个动作用法给大家做一讲解。穿行肘打过对方以后，紧跟着是一个啪，要攻击对方这个裆部，这时候他要躲，躲了以后紧跟着，哎，这个动作一次完成。打了裆，你打裆的时候，他要躲闪的时候，他就前身会身体会有向前倾斜，这时候拳继续向上，就正好撩住对方的下颚了。然后紧跟着啊，对方肯定这时候已经向后退了嘛，哎，紧跟着追过去，嗯，向外发力啊，走出来这种撩由下到上，然后退步了，退步上发，好，下面一个动作，回头颈栏直入，发过以后啊，卧底炮打完以后，有一个上接下引，摆脚尖扫一圈，侧步下引，然后向前发这个双肘向前合击，就这个动作啊。向前发的时候要劲要扣背，这样子把力量发在两肘的内侧，哎，发成这样。好，看我完整的做一下，这个双肘向前合击是向前，对方离你比较近的时候可以向前发力的，这个用法我给大家做一下。和对方贴身的时候啊，要走这个发力的时候，要两个肘同时向前，然后呢后腿蹬向前有个合力，下面是金刚倒顿收势啊，这两个动作是前面都已经反复做的，这里我再做一遍，不再细讲啊。捧出来，然后向前向上下沉，重心前移，上下沉，起退，下沉蹲，上合手，我来完整演示一下。